乜两个咁乖啊？坐喺度啊？嗱，忽然间又 friend 得咁紧要两只嘢。五爸买嘢啊嘛，休息出嚟好多嘢做噶，又车我啦，好唔好？净系又车我啦，好唔好？嗯。啊，我哋净系又车我噶咋，今日。在你两个的时候很 Q 的，这样坐在这里，我不坐我添。不过挺好，两个黐埋可以，有时这样黐埋不是挺好，挺难得两个瞓到瞓到咁就咁样嘅，喺屋企啊黐都唔黐啊两只嘢。啊，讲紧你啊！我两只唔望你，一个头喺嗰边，一个头喺呢边啊！你话休息啫，都好多嘢做噶。我买餸咧，执你哋啲狗豆咧，啊，真系唔使做啊！啊，开绿灯引起各方批评。特朗普为撤兵决定延缓。OK OK。指同无意义嘅战争，又话唔赞成土耳其嘅军事行动，形容系坏主意。警告若果土耳其唔以人道方式行动，佢将会毁世界大乱啦！吓，你话加拿大几和平啦？英国外相刘通文认为和平世界嘅狗，你话你系几舒服啦？你哋啊？外长马斯，喂，呢条友做乜嘢啊？发车到咁嘅？英法德将草拟联合声明谴责。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敦促土耳其克制，强调军事行动唔会有好结果，又话欧盟唔会负担建立安全区。我哋和平世界的狗，咁你就幸福啦。土耳其有合理嘅安全考虑，但必须避免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，为人民带嚟更多痛苦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星期四举行紧急闭门会议讨论。香港电台记者陈宇谦报道。國際方面，歐盟下個禮拜舉行峰會，被認為係英國同歐盟達成脱歐協議嘅最後機會。歐盟首席脱歐談判代表巴黎人表示，無法喺英國首相過後。我冇啊，又要買嘢㗎。你唔好谂住有拍翻去啊！演出嚟啦！主席容克就话，欧盟正为脱欧协议努力，虽然唔排除喺未来几日可以达成协议，但进展系相当有限。若英国首相约翰逊对达成协议审慎乐观，演出嚟搞到将会同爱尔兰总理阿德拉卡会面，寻求打破。同意吧？秋天啊！瑞典皇家科学院系公布。美國、英國及日本的三名科學家獲頒金像獎的獎項，三個人每天奔波。諾貝爾添啊！最終醫療保健品、手機、手提電腦等可攜式嘅電子器材，呢個世界越嚟知唔知變成點啦？哇！好靚啊！好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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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細高容量可充電電池，你離子電池儲電量更大，亦都更加安全。今年嘅諾貝爾化學獎。就由研究锂离子电池三位科学家，哇，嗰啲红叶啊，表扬佢哋对创造可充电锂离子电池，哇，嗰啲红叶，但太容易爆炸。美籍德裔化学家古迪纳夫之后改良导电物料，并用氧化物作为导电物料，系点啊？电量较大嘅锂离子电池，哇，亦都系香甜甜，有啲红叶咧红得重啲嘅，系咪？好鬼红呢个。看这红叶红得重一点，海景拍卖卡斯威华正式动工啦！欢迎大家主一齐庆祝同分享，见证 Altus 项目嘅建设与成长。虽然2019年威一楼市业力缩减，但形势即将转变。Altus 度假式尊贵生活系炙手可热嘅豪华楼盘，快把握时机，立即行动！欢迎亲临展销中心，欣赏嘅物业嘅选择。唔系咁噶啦，又买嘢噶啦，啊！四人九头。
我又要去买嘢噶啦。由高志森导演、黄百鸣及红派传人苏俊梅搭起演绎红线女传奇经历趁艺术之光。一代天骄十月，冇得去添，喺度。星期日晚八点钟，河石剧院隆重公演，尚余少量门票，购票速速。售票处：三联书店、中华会馆及积金猫。系啊。查询23686398，23686398。一路拦住晒。三等上座，人王班次。一路拦住晒。小美食，哇！做咩啊，细佬？哇！细佬恶到你。哎呀，全部拦住晒。每星期四起咧，会喺华信共举行新一轮嘅高分电竞舞厅争霸赛，最后嘅出色人士啊，高分电使唔使咁忙啊？协议并唔多，呢个协议喺人权之下，系美国法庭确定嘅难民协议。网台记者谢允贤报道。哎呀，整到我嚟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日系一连两场嘅华盛顿同美国财长鲁恩、美国贸易代表罗德。哇！你真系。哇！唔得，咁就不如跳出去啊！讨论话题包括强制技术转移、哇，好靓啊！呢边啲红叶好靓，呢边啲枣红，枣都红咗。中方代表对谈判能够达成全面协议并不感到乐观，但愿意喺有条件下同美国达成部分贸易协议。报道指出，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成。呢間嘢唔俾狗入噶，啊！你俾狗入我度帶你去啫，我唔俾狗入嘛，啊！都唔俾狗入冇計噶啦，喺度車啦，啊！開曬窗俾你哋啦，啊！開曬啦嗱嚇，我驚你跳出嚟唔想開咁大啊，啊！爸爸買嘢啊，啊！翻嚟有 cookie， 如果唔聽話咧，翻嚟咧就夾佢腳，夾佢腳夾啊！啊！唔系啊，叫我嚟买，唉啊，真系，我以为真系咁笋添啊，99蚊啊，等我谂餐懵嘅，啊，唔系99啊，仔，我想买呢个啊，259啊，仔，冇减啊，你又想减99啦，啊？我就想买呢个，啊，买呢个咯，啊，个个都减，就佢唔减，咁冇计啦，啊，应该179，啊，减几廿蚊啫嘛，99蚊系呢个啊，哎呀，等我谂咁耐，啊，等我谂咗咁耐，原来唔系。哎，即系转卖嗰啲车嗰啲咯，我唔系攞嚟整单车。599啊，唔使谂，佢唔减价我冇得减，减价我都谂咁耐啦，更何况唔减价。咁啊谂住明年唔 camping 咧，咁我冇咁多嘢带，但系都有嘢带嘅，有部船。咁啊攞点讲咧？开一部车啦，两公婆开一部车应该搞得掂嘅。如果有呢个嘢，肯定搞得掂。诶，嗱，259就唔谂咯。收到消息话99蚊接过嚟，条友肯定啊谂到睇到呢个啦。OK， 冇得谂，唔使烦恼。佢减啊99仲烦恼添。你两只喺屋企又唔喺屋企啊？喺度跟我出嚟啫啊！呢只又闷啦，呢只又唔想出街嘅啊！红叶啊！呢边啲红叶快啲噶。落雪啦，撒盐啦，个地下都要啊！细细地在入边酝酿一部话声嘅热血，咁呢件事可能就冇晒咯，变咗好小事。大事就变咗大事。但系强烈谴责之余，会唔会即系更加即系将呢件事解释俾？应该系你的语言，唔系小嘢喎。
好多產品，好多贊助商，好多代言人，好多球賽，好多觀眾，同埋即係呢個根本上就係一個除咗美國之外咧，係一個最大嘅市場。甚至乎咧係有機會係大過美國，因為中國人多嘛。咁我其實呢啲喺